各位，一节风暴消息，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仍然系生效紧噶。上午十点，北面集结在香港以西南偏南大约140公里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，时速大约系14公里，继续移近香港。天文台预计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日间大部分嘅时候都会继续生效。強烈帶風暴咧，北面咧繼續係維持住佢一個中心風力咧，達到時速最高係去到差唔多110公里左右嘅。咁喺今朝十點嘅時候咧，就北面咧就位於香港嘅西南偏南咧，大概係140公里左右。咁預料咧，北面咧將會繼續採取一個西北偏西嘅方向移動啦，時速大概14公里左右，繼續係移近香港嘅。咁本港咧已經係普遍受到呢個烈風影響啦，而高地同埋呢個離岸地區咧，更加係受到呢個暴風影響添。咁根據現時呢個移動途徑咧，我哋相信咧就日間大部分時間咧，我哋都仲會受到同呢個北面相關嘅烈風所影響啦。咁所以咧，呢個八號嘅烈風或暴風信號咧，喺今日日間大部分時間咧，仍然都會係繼續生效嘅。天文台估计北面听日会逐渐远离本港，并且内陆消散，雨势会减弱。到星期六奥运马术举行期间，本港的天气会多云同有骤雨。记者王家俊依家尖沙咀噶，家俊啊，外面的天气情况系点咧？嗱，风方面咧，成朝都系咁大，总之。並且係一路加強緊㗎。至於雨方面咧，有時好似而家咁咧，一滴雨都冇啦。有時咧就會落得好大雨㗎，啲雨打埋身咧都會痛㗎。嗱，由於咧掛咗八號風球關係啦，市面上比較平靜咗啲，咁我見到啦都唔係咁多人㗎。而受到呢個風暴影響啦，交通都係受到一啲嘅即係延誤㗎影響㗎。好似咧天星小輪咁咧，今朝6:30鐘咧已經咧係暫停咗啦呢個服務㗎啦。咁同時大家可以見到啦，喺尖沙咀呢個巴士站嗰度啦，已經一架巴士都冇㗎啦。咁除咗今朝早繁忙時間咧，係有巴士咧行走。之外咧，之後咧已經係暫停曬噶啦，咁服務咧係受到影響噶。咁我尖沙咀嘅報道暫時係咁多，先交翻俾新聞部。唔該曬，黃家俊。港鐵公司就宣布，東鐵線嘅尖東至到落馬洲站同埋輕鐵嘅列車服務，維持15分鐘一班車；機場快線10分鐘一班，其餘嘅列車服務維持10分鐘一班。東涌線同機場快線會因應大嶼山路段嘅風勢，隨時暫停服務嘅。而昂坪360的缆车服务亦都会暂停，直至另行通知。愉景湾的交通服务有限公司就宣布，3条愉景湾巴士服务维持正常。至于医管局和卫生署的所有诊所都会暂停开放。卫生署辖下所有诊所关闭，只有位于湾仔、西营盘、新蒲岗、何文田、深水埗和荃湾的美沙同诊所如常开放。医管局辖下的所有普通科和专科诊所，包括物理治疗、职业治疗等的服务，老人日间医院、精神科日间医院都暂停开放。已经预约的门诊病人要在八号暴风信号取消之后再约诊症时间。如果台风信号在下午2点之后取消，门诊和日间医院服务仍然会暂停的，医院的急症室就会如常服务。所有日校今日都停课噶，中六收生第四阶段会延迟到听日。有考生咧喺剩余学额嘅学校外咧冒雨排队。咁陈佩莹咧依家就喺将军澳天主教明远中学外噶。佩莹啊，校方有乜嘢安排咧？咁學校咧，大概10分鐘前咧就開放咗學校啦，就安排咗喺呢一度排隊嘅學生啦，係入去禮堂度登記手續噶。咁入到去裡面咧，咁啲學生咧已經係有座位咧安排咗俾佢哋啦。咁就填寫一啲個人資料。咁學校就要求佢哋喺聽朝9點前咧係翻到嚟學校呢一度咧係申請中六學額噶。咁就承諾咧一定會安排面試機會俾佢哋。咁去睇翻咧學校嘅情況啦。咁所有咧係要輪候咧中六學額嘅學生咧就已經入咗學校裡面噶啦。咁但喺門外面咧仍然見到咧。有年輕人喺度啦，咁其實佢哋咧就係成晚咧都陪朋友喺度一齊排隊係撲中六學額噶，因為咧琴晚咧成晚咧都橫風橫雨啦，咁佢哋都採取咗咧係輪流排隊嘅方法啦，咁就係派代表或者係部分人咧喺度排隊，咁其他人就去休息咁樣噶。咁我哋會繼續跟進住嘅情況噶啦，交翻俾你啊，周嘉怡。好，唔該曬，佩瑩。各位，呢節風暴消息咧講到呢一度，我哋會隨時為大家報導風暴嘅最新情況嘅，請留意。